网团佛山呢间零食超市价钱低到师奶头晕，靓女脚赞，真唔真啊？咪当我老衬 ，Let's go！ 咁鬼多饮料零食，真系睇到眼擎擎啊！网红大象梳打水呢度卖3.9蚊，G7速溶咖啡围起7毫一包，葫芦根都出咗柠檬茶。罐装即食海苔先2.9蚊，2.9蚊咁大包嘅盼盼食到过年都得啦！日式小圆饼2.9蚊，真真薯片3.5蚊，7蚊一个饭，啱晒双十一尾款人啦！好多出面比较少见嘅零食，呢度几蚊就有交易，行慢啲都俾人抢晒啊！零食超市居然仲有护肤品日用品区，3蚊咋？5蚊一支嘅护手霜点用都唔心痛，7.5蚊嘅万寿雷敦润唇膏真香啊！价钱同网上比真系有优势。你哋最关心嘅日期问题，大部分都系到2023年，最后埋单96蚊。我用了100蚊买了20几样东西，你要不要来跟我 PK 一下？